再给你拍一个，你可以要火了，在美国。最帅的联邦快递小哥。哎，你们的打印机到了没有？到了，这正在弄是吧？一直没过来，你们的机。你找了技术了？你快点去，让他过来吧。啊。 那我们还自己买，你们这没有新的了，现在只能买二手的。好嘞，好，再见。 拿着锅比划比划。嗯，好，行。